到尾这种基础补课方式啊，不是是不是戴胸罩啊？这个胸罩嘛，这个胸罩这个东西啊，是人情况而定，大仙不穿胸罩，如果你胸罩觉得 OK， 你穿胸罩也没问题，好不好？是吧？戴不戴都是看你自己了。我现在原来是戴胸罩，现在不戴了。我觉得露娜不用戴，戴红月很好，是吧？我看一下。好了，首先月下无限连，是吧？一技能大过去 ，A 二 A 大 A 大，对吧？这是标准连招，很快，是吧？先演示一波，调动起大家的情绪。哇，这个月下无限连可以这么快？你到底带了什么铭文？红月狩猎加心眼，我就不再强调了。这是铭文最高攻速32，好不好？大家记住就行了。有些人烧不动，就是因为可能没有这个高攻速铭文。好，然后我们想一下啊，刚才为什么能达到这个无限连，对吧？达到这个高速连招，它还不能称为无限连，只能称为进阶连招。所以我们讲一下，首先一技能能挂月光，这大家都知道，老生常谈。二技能能挂月光，老生常谈。一二三，三段普攻能挂月光，这三段都是能挂月光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就不再强调了，大家知道就好。然后当你能挂到知道这三种方式挂月光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知道还有知道一个细节是什么呢，是吧？一技能跟大招，你不要觉得大仙手速快，大仙手速快是因为有一些技巧我没展示给大家看，所以这里就展示给大家看这个技巧到底是什么。比如说我们一技能跟大招可以一起按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扣一，是吧？你这个大招跟一技能一起啊，一技能跟大招一起按，取决于你这个游戏机制。他一技能飞到一半的时候，你把大招划出去，他可以跟这个一技能一起飞过去，是吧？这个东西很关键的，有些人不知道，有些人就等啊，懵懵的等。他说：“哦，看到这个一技能飘过去了，我再划大招。”No， 一技能跟大招一起按，一起飞，手有多快，这个大招跟一技能就有多快，懂吗？没问题，懂不懂？懂不懂？明白了吗？好吧。这个很基础，然后我们下一篇，一技能跟大招的关系就是这个关系，我就点到为止了啊。后来二技能跟大招的关系是什么呢？二技能大招过去，明白吗？然后有些人就会很紧张，有些萌新他很紧张，他认为是吧，大招拉到了，一定要往这个方向飞，不然大招就撞不到人了。大仙在这里告诉你，你只要二技能贴身拉到别人，你大招无论你从哪个角度转，大招都能刷新，好不好？你即使拉了一步从屁股后面转，大招一样能刷新的，所以你二三技能完全可以放纵的去按，明白吗？懂不懂？懂了吗？一技能跟大招的关系跟二技能跟大招的关系，大家听懂了没？听懂了没？听懂了扣波一，我这一篇就过去了，好不好？对吧？我觉得我已经讲得很细致了，还有些人一天到晚跟我争月下无限连谁开发的，是妈妖怪多啊，继续。那大家懂了这里以后，我再来继续给大家说，是不是？懂了这里以后，这个基础版的连招就出来了，是吧？你别看有些露娜手快，其实不快的，它就是一技能跟大招二技能拉出来，是吧？这个很连贯的就按出来了，因为一技能跟大招要一起按，这个不讲了。我要点一我已经讲过了，一技能跟大招可以一起飞，二技能跟大招也可以一起按。你按的时候就不用那么紧张了，因为你知道二三技能不可能落空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就可以完成这套连招了嘛，对不对？这套连招，对不对？这是一般进团开场打消耗就用这套连招，就比如说控制很多，你要过去骗妲己一个控制，你就一技能飞过去，对吧？一技能跟大招飞过去，二技能拉回来，妲己那个晕就拉了很长一段距离，你把他的晕骗了，你二段技能再进场，这也解决了很多水友们在问你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我进场就死了？就是因为你这套连招手速不够快，你骗不出晕技能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手速够快，一技能大过去，二技能拉回来，把一个控制技能骗过去的话，咱们再打后面再切入团战就完全没有问题了，对不对？明白吗？明白我的意思没？所以他每一套连招都有他实用的办法，对不对？你就比如说这套是开团连招，你必须会，必须去骗技能，明白吗？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继续，后面就开始要有点难度了，是吧？我们理清楚了一技能跟大招的关系，二技能跟大招的关系，还有个东西是普通攻击跟大招的关系，是吧？三段普攻的时候可以刷出一个印记，咱们可以用大招，对不对？大招也是刷新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要加入这个普通攻击进去，它就会变成一套逻辑连招。逻辑连招是什么呢？对不对？是吧？一技能加大招过去 ，A 二 A 大 A 大，这个我就不大它，它要死了，好不好？明白吗？是不是？有的人说有点快，是吧？有点快没关系，我们慢一点来，跟着我的口诀念，是吧？
一技能大过去 A 二 A 大 A 大，是不是 A 是什么东西？普通攻击，对吧？有些人问啊 A 是什么意思？ A 就是普通攻击，好吧？我这里再示范一次，再示范一次，一技能大过去 A 二 A 大 A 大，明白吗？是不是？然后这里有个东西需要给大家解决一下，是吧？我这个讲细一点，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之前没讲太细，我这里要讲细一点。有哪个位置没有划这个大招？二技能跟大招贴身按的时候，我是没有去滑动这个大招的，是不是？有些人问大招什么时候滑动，什么时候不滑动，什么时候裸点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你瞄准目标后，你直接裸大，它是会默认去撞那个人的。所以你这套连招的正确方法就是一技能大过去 A 二 A 大 A 大，对不对？明白吗？假如说你不需要这个滑到远处的话，你直接裸点，就是你把它当近身攻击技能就好了。所以你近身的技能就是一技能大过去 A 二 A 大 A 大，懂不懂？如果你不需要滑远的话，你只用需要是吧，把大招按一下就行了，让它自动放，你并不需要说把大招拉一下，它不需要你完成这样的操作，懂不懂？明白吗？明不明白？为什么能这么快？就是点一下就好，并不需要你去滑，懂不懂？一技能大过去 A 二 A 大 A 大，懂不懂？所以有些人他觉得哎我好紧张啊，我二技能是不是有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哎是不是我二技能是吧 A 二 A 大的时候哎我是不是动一下大招？不需要，你直接裸点一下，是吧？然后第三段 P 的时候我是不是又要大招动一下啊？不需要，除非你是往这边拉的时候你需要按，不否则你就直接按大招就行了，它会自动撞上去，明白吗？明白吗？懂了吧？懂了吧？好，我再说一次，我们的原则是贴脸直接按，拉远我们就需要远距离大我们才滑，是吧？我总结一下，就是贴脸按，拉远滑，好不好？一技能大过去 A 二 A 按 A 按，这是贴脸方式连招，对不对？不贴脸方式是吧，一技能大过去 A 二 A 按 A 拉，懂不懂？懂不懂？所以有时候你别看这个连招快，其实是有按键操作技巧的，好不好？好，继续。然后讲到这里的后是吧，连第一套的连招我们就明白了，是吧？一技能大过去 A 二 A 大 A 大，是吧？这个按大招的时候要么是点按要么是拉按，这是看你连招需求了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那关于还有一套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我就再给大家说一下，还有一套别的连招，是吧？连招这个东西是活学活用的，我并不能全部给你讲清楚。就比如说这里是吧，五刀挂印记一二大过去，是吧？我先把它拉过来，你们就明白我到底要说什么了，是吧？把它拉过来，然后有些连招是这样的，是吧？我们一技能是吧，一技能是吧，它有印记了嘛？我们砍两刀大过去，砍一刀大过去，一技能大过去，拉一下大过去，你就看到我这个大招不停在刷，明白吗？懂不懂？懂不懂？印记持续差不多五秒吧，印记持续五秒，明白吗？然后还有一些操作，就是有些连招都非常灵活，就比如带两刀带第三刀飞，我不知道这个关键词怎么总结，因为我总结能力比较差，我只能给大家描述一下。就比如说我们一技能是吧，一技能挂到人了是吧，我砍了两刀大出去，又砍一刀，三段直接跳大，明白吗？我这个不知道怎么总结，你们自己能领悟多少领悟多少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个懂不懂？这个总结能力有点差，到时候请灰灰来总结一下，他比较聪明。所以说这里我想一下还有什么可以教大家的，我先把这个人拉过来，我想一下。是吧？还有一套
一般我走上去，我一般如果别人特别灵活的话，我从来不会一技能加大招，因为现在一技能加大招很危险，很容易空，就比如说那个猴子跳了一下，貂蝉位移了一下，各种情况都有。所以我一般如果我觉得对面有位移的话，我怎么处理它，我给大家讲一下，是吧？我一般都走过去 A2 A大一技能大过去，明白吗？懂不懂我说的意思？懂不懂我说螺旋飘我们后面再说，不要急，螺旋飘我们后面再说，可不可以？看一下操作设置是吧，操作设置都最正常的，我没有去改什么，都是左边的是吧，就直接显示了一个可攻击头像，其他的我都没改，好不好？